是有受国际的立体主义交或者古典主义的，啊，我是比较对严谨比较很关注的话，对关心严谨的认识。大概这作品大概有1-2年前的累积啊，就是慢慢的拿起来再修改。刚好这个机缘在这里，就有感谢。那你准备了这么久，都没有提一个该怎么做？其实是没有，就是自己兴趣的，自己喜欢的那个工作。那你这展出有什么比较期望让大家知道的部分吗？期望？当然是自己作品的发表是让大家注意啊，我是发表我个人对立体那个宇宙，就对宇宙拍电影的一个